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玩解谜地图。那今天要挑什么地图来玩呢？那今天教的地图就是我的梦想，拯救右手，不对，拯救女友。作者呢是小飞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拯救我们的女友吧。女友我来了。作者是小飞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规则是请勿破坏，不放上的钥匙不可再拆。和平视野亮度随便，开心玩，我很开心啊，有女朋友，还不开心吗？开心喽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那么矮啊？哦，我跟这个大地融合了在一起。我的床是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啊。里面有个叫男友救援钥匙，哇，这听起来面就很赞。我是不是先被关起来？外面黑黑的。这边有女友视角，女友视角什么意思？头好痛，这里是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你醒了？你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嘿嘿，不要只会嘿啊！这里是我的基地，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这里，包括你男友。你抓我来有什么目的？一方面是为了复仇，另一方面呢？怎样？看你身材脸蛋不错啊！靠叉，你这变态，快放我出去！我怎么那个音好奇怪啊？算了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，咦，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难道是谁？所以我现在是女生的方面，对，我现在是被关的女生。他还给我厕所，有够简洁的，真的是。有没有咚咚？没有。有没有咚咚？床底下有没有咚咚？没有。这个是开启男友救援。所以我要换成角度是那个，就是换成男生就对了。呵，我来了。我现在是男生。我现在是男生。对。今天这一集的话，会有男女变化不一的情形呢，真是有趣。桌上有一本书叫做《剧情一》，我们来读一下吧。我叫主角。猪脚，有一位女友名字叫小月，今天原本跟她约好去公园，但是她的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，我开始有点紧张了，她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事？铃铃，是小月，小月，你怎么没有接我电话？电话？我跟你说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会有小月的电话？你女友现在在我这，你绝对找不到我的。脚，这里是我们，怎样？脚，牙。What？ 我怎么看不懂？这里是我们最常去的地。被捂住嘴。你安静，你这个叉子啊！小月，趁着我一定会过去救你的。最常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呢？不管，反正先找到出门的钥匙再说。难不成是 hotel？ 对，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来看看。主角房间的钥匙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。这个是简易型的解谜啊，对我来说 easy too easy。随手翻冰箱，好多食物，我不管，我全都要拿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翻食物，好吃好吃，根本就没咬下去啊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藏什么东西在这里嘞，一大坨灰尘 ，this is too easy。OK， 我都拿完了，那我们就上去主角的房间吧。梯子有没有藏东西？我可是找成就高手哦。虽然已经有好几张图没有完全找完了，对不起，他们真的太强了，真的。男主角的房间，爸妈房间，这里。可是要放上去，我放太近了，我放太远了，对不起。我以为，不，卡关了，不，我放错了，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请允许我。黑魔法变出来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那个是我临时先拿出来的，对，我不小心放错了，因为我门很近，对。好，我们赶快来搜查一下男主角的房间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床底下有没有？电脑下面有。厕所钥匙放在你电脑下面干嘛？这个是台灯哎，好酷哦。这边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这边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这边嘞？没有。好，看起来是没有东西了。那这边，好，我们走吧。嘿，好，那我们去厕所吧。厕所的钥匙在这里，一定要放进去一点，记得要放在这里面。
嗨，厕所，两面玻璃，有没有藏东西？有，热乎乎的巧克力。嗯，这是上厕所没冲的大概念嘛，所以是累积了一大堆可可豆的厕所。嗯，好像不是很干净的感觉。哎，哦，好险，我还以为我浮不上来了呢，吓死了。吓死了 ！OK， 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游上去看看上面有什么吧。这一看，哦，原来有爸妈房间。我的房间，爸妈房间的钥匙在哪？哦，在我身上。好，应该只有这样子吧？还有吗？没了。Oh no， 差点又掉下去了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去爸妈的房间看看。Daddy，Hello。哦，这个房间造型好酷炫哦，厉害厉害。这个可以钻吗？哎，不行哎，看着我太爱钻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东西，下面也没有东西，箱子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一定可以钻。啊，不行，哎，不行，什么？什么？我被骗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黑黑的，这是药门，想办法去按吗？好，我按得到吗？可是话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按什么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摆什么东西进去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又摆错了什么进去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摆什么？爸妈房间的钥匙。等一下，我被困在里面了。哎，好，我们继续。我还是拿了一遍，就是我还是不要把这么容易放在的东西先不要拿在手上好，我真的很怕误点，所以这是出门要用的，所以先摆上来好，我怕等一下又按错，然后又不小心，对对对，你们懂的。所以这一边是没有，那这一边呢？这边有吗？靠近一点呢？哎，有大门钥匙，好，不要再动了，放这里就好。我拿到大门钥匙，那这里有什么？一堆的衣服，有没有盔甲座？会不会藏东西啊？有时候我们在之前前几章的时候有玩到，就是有藏东西的那个盔甲座。我可以看一下这衣服吗？妈妈的性感睡衣，哎，这是那个吗？那个成就吗？好像是，因为它是指这个那个有字，所以应该是成就。那我拿走喽。哇，小孩子在偷妈妈的衣服，这是没礼貌。走，那我们就去大门吧。我已经拿到大门钥匙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离开这里，对吧？拯救女友行动，大门在哪里？这是厨房啊，大门嘞，大门，哦，大门，大门在这儿。好，马上使用。等一下，吓死我，差点踩到。剧情二，这么快就剧情二了？来读一下，终于出来了，得赶去救小月。你还有时间翻页啊？救人要紧啊！好，我们走。瞬间移动，零的转移。来看一下剧情三，最常去的地方难道是OXO 咖啡厅？这种地方有可能吗？不管了，不白不去，白不去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会不会藏东西在这附近？我来看一下啊，很大的鸡那种指令方块，那个算成就吗？哦，这一根东西在这里。OK， 好像没有，有藏东西吗？可能有什么成就之类的？确定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也其实也看不太到啊，有点难。哎，这边有箱子，这边有神奇的箱子，来看一下。走马看花 ，OK， 哇，我好闲哦，所以这边应该只有一个成就吧，我在猜。好，这边没有了。OK， 那这里是，所以我在走的是一个森林步道，不管了，走。真的是这里吗？这里没什么隐秘的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啊，但是还是找一下好了，没有问题。这是柜台，所以我今天来到一个没人爱的餐厅。看了一下没人爱的这幅画，看着是安全的。餐厅好大哦，粉红色 ，this。这个是神秘机关吗？得找到钥匙才行。OK， 没有问题，应该在某一个桌子下面吧，我在猜，有可能也没可能。在哪里嘞？在哪？为什么只有这张桌子比较多啊？就是多了一个这个，有注意到吗？就其他桌都远的，都刚刚好，只是刚好那一个就特别的凸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桌子很可疑耶，这一个。还蛮可以，但是不能破坏，所以我想应该是蛮正常的吧。这个吗？这里有藏吗？这里 ，Hello， 看到了，在这里，可是有点难点，而且是超级难点。等一下，那真的按得到吗？应该说那里真的点得到吗？很难点哎，不好点，就是在里面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超级小的？哦，有了。神秘钥匙幸运三，没有问题。那这幅画真的是不能进去咯。
好 ，OK， 这种专化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考虑专化了。神秘之门，这里是天哪，这条路是怎么回事？前面好像亮亮的，前面好像亮亮的小月什么的，亮亮的小月什么东西？所以我要踩这个喽。好，我踩。哦，神秘小房间。是哦，请先打开箱子。哎，所以他在哪里？看屁呀、啊！所以他在上厕所吗？好吧，剧情四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小月，脚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别哭了，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？我好害怕，那个人根本是变态。好了，我们快报警吧。你还记得长相跟特征吗？记得，长相还蛮丑的。难道是他还说要复仇之类的？他是犯贱。真假？是那个国中时在我们隔壁班的，真是。他暗恋你很久了，可能是不甘心我把你追走了吧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他人呢？他回家了，毕竟已经凌晨了。那我们快点前去报警吧。嗯，一路上小月抓紧主角的手，似乎还是很害怕。而主角得知他的感受之后，报警的小月令小月感到无比温暖。天哪，好闪。嗯，那 why now？ 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所以我要按按钮喽。没了吗？没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我按按钮咯。好快哦，还蛮快的，因为人家你们就那催促我快一点，我就快一点啊，我就拯救女友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女友，各位粉丝们，好吧，各位各位观看的人员，心里觉得怎么样？我有女友，女朋友，我好开心啊。算了，先来看一下成就区，我们拿到哪些成就吧。一个妈妈性感睡衣，还有走路看花，以及噗噗，还有一大坨灰尘，以及生鱼哦，不对，随手翻冰箱。看看这些，我不只有女朋友，我还有这一面墙的东西，真棒，真棒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评分的地方是。觉得地图如何？嗯，还不错。OK， 那其他的我还是不要碰好了，等一下碰一碰他又把我 kill 掉了。感谢你的游玩，这是我的第二张小品解谜地图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有 bug 呢，请至巴哈回复作者小飞，所建建设机关也是小飞，红色机关也是小飞，辛苦你啦。那这张地图玩起来就是，还不错，很棒的解谜，而且很适合我。你看我全部成就找到了，超级适合我的年纪，有没有？还有我的智商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以及旁边的铃铛哦。那如果你有什么话呢，想要告诉我的女友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阿里嘎多，那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